人啊，自己拍照。非常多的灯区，需不需要介绍一下给我们身边的朋友知道一下？当然需要，因为这一次呢，我们台中市政府特别规划了非常多不同的灯区哦，要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呢来一起的闹元宵，来庆祝一整个元宵。但是蛋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，到底有什么灯区？大家呢在主灯秀之后呢，表演完之后可以去走走逛逛。没有错，在我们的吉阳纳百福的主灯的旁边，有六台传统的灯座，分别是幸福乐活、蓝带海洋、山海花都、淡季、经典鱼市以及心动台中，将呈现出非常多台中的自然生态景观、美食等等的体验内容。没有错，我要告诉大家哦，我们呢说每个整点跟半点呢都有我们的主灯秀。今年在台中市举办，你可要精心安排给国内外的好朋友看哦。没问题啦。好，走。主题乐园的门票哦，大家赶快来哦！小叮当好棒棒的、啊。对对对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好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。剑无三哦，一美食。来哦，来，一二三，好了，气球。来，一二三，好了。
一二三，好，宝特瓶呐、啊。那就是大童宝宝啊。手机啊。拍照，一二三，谢谢，一二三。星星看这边。好。拍照。好了好了，过来。来哦，拍照哦。来，一、二，一、二、三。好。天安轩再拍一次，来过来，你不要一直动啦，这样怎么拍啊？好。下啦，旋转，好停，喂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来，一二三，
来啊、哦，要一二三哦。来一二三，好。老皮。哎，不要一直抓他了，我要看他脸。来，老皮，老皮，地上脏脏哦。老皮。耶，老皮，醒醒，耶，老皮。走走，老皮老皮。哦哦，你看他这个。哎，为什么不拍这个？好，一二三，好了。谁撞我？好，来一二，来一二三，等一下啊、哦，好，好。你要拍吗？要。好，等一下哦。拍。喜羊羊。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喜羊羊哎，喜羊羊，喜羊羊。好，一二三，好，喜羊羊，
圈好了。有，我在看，不好意思。小娟娟，好像有一点暗呢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先拍这个，这个才会。步步高升，没事吗？越来越快了。里面是包什么的？里面是包猪肉跟葱花，它是瘦肉没有肥肉，一个四十，像八十，一个四十，这都是猪肉跟葱花。没有，叫小萱萱帮我拿。你好，要几个？一个就好。你好，白肉好吃哦。哦，那个我六个干。来喽，你拿给老板。妹妹。哇，老板也很像包子哦。啊，不是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走吧。哇塞！灯会拜拜，灯会拜拜，星星拜拜，星星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田汉轩，啊，干嘛？快点转过来看一下，拜托，好可爱啊！
有没有很软？软绵绵。再说一遍。软绵绵。哦。开心吗？开心的。开心吗？开心啊。你怎么都没有问我，你只问心情。你开心吗？开心。这么大声。开心的。肩膀变一，一二三，耶耶耶，好。再来呀，继续。天轩要先